基隆市政府温情满人间，长期投入公益活动的基隆市天血者慈善协会与天爱协会，这一次捐赠300公斤的白米给基隆市社会处，来帮助弱势族群，让人倍感社会温暖。其实是由一个爱心的捐助者捐助了一笔款项，那由天行者来制作成爱心的米，来捐助给基隆市的所有弱势家庭。啊，我们这一次非常开心，是跟基隆市政府的社会处一起合作办这场活动。点滴汇聚大众的善心，将爱的力量传递出去。副市长邱佩玲、社会处长杨玉兴与社会处的同仁亲自到场，感谢这一份充满祝福的力量。也这两个单位，天行者跟天爱协会，他们愿意在这个时间捐赠这么多东西，尤其在疫情期间，还有通货膨胀，让很多基隆的弱势家庭非常的辛苦，再一次谢谢有人愿意跟我们一起，让基隆变成更有爱的城市。温暖继续蔓延，让基隆成为温暖之都，最有爱的城市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